妈，慧姨回来了，拿着，给我。慧姨，这是外婆，这是你舅舅，这是你姑姑，这个是你弟弟嘉佑。 记不记得小时候，外婆带着你上街买东西，最小的时候，外婆给你洗澡，你抱着那小脚丫，要啃都啃不上，急得直哭。外婆，好了好了，妈，别激动了。你是我姐第一个孩子。 你能够回来，我们全家都非常非常的高兴。你不但是王家的小公主，现在也是我们林家的掌上明珠。谢谢舅舅。慧姨，不好意思，姑姑一直在公安局，没有时间回家。今天嘉佑说大嫂带你去买东西，很快就过来了，所以姑姑特地请假来看看你。谢谢姑姑，奶奶常跟我说姑姑的英勇事迹，我一直很敬佩姑姑。<笑>你嘴巴真甜，真会说话。 慧姨，这个是你亲弟弟，姐。嘉佑，真没想到，失踪这么多年还能找到你。你知道吗？其实你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妈的一块心病，今天能找到你，我真的太开心了。 我们全家人都很开心。其实我也很开心，我在王家得到那么多的温暖，现在我跟妈回来，又有这么多的亲人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哎呦，好了好了，都这个认亲大会啊，到此结束，你们赶紧坐啊，我去给你们拿好吃的。慧姨呀。 这外婆听说你要回来呀，就赶紧上街上选了各种各样的咱们这儿最好吃的小吃。哎，这都是我们这当地的名食哎。为了怕你舅舅偷，藏起来了。外婆，我平时都不吃这些东西。慧姨，是不是这两天爸爸跟奶奶带你去吃太多好吃的东西啦？ 是啊是啊，姑姑，你知道吗？这两天奶奶、爸爸还有英杰大哥，他们都对我很好，每天啊都轮流请我吃饭，又买礼物又送东西。啊，我每一顿都吃的好开心，而且很多东西都是我没吃过的。对呀，可是这山珍海味东西他吃多了他也会腻的，咱们呀就吃点家常菜，平平淡淡才是真，对不对？慧姨，平常你在公司里吃什么呀？ 就盒饭啊，盒饭我都吃怕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吃盒饭了。那当然了，你回来了，妈妈天天给你做好吃的，哪舍得让你吃盒饭呀？对，慧姨呀，这说起这盒饭呢，我还真是有说头。你看，这阵子你住在王家，外婆想见你，见不着，哎呦，我的心里那个着急呀。这下好了，你回来了。 这回来了就踏踏实实住在外婆家，以后啊，外婆天天给你做好吃的。那什么红烧鱼呀，红烧肉啊，红烧排骨。行了，妈，您除了红烧，其他也都不会，所以呢，不如啊，就让我大姐来照顾她就好了啊。慧姨，搬回来跟妈妈住好不好？咱们两个呀，睡一张床，咱们可以多聊会儿天，每天我们都可以在一起。 这，妈，那个我刚回来，什么都不熟悉，奶奶让我住王家，我想先熟悉熟悉环境，然后呢再回来跟你住。哎呦，慧姨，那个王家有什么好的？大嫂，我是想说，既然慧姨也回来了。 不如你就带着嘉佑跟慧姨回到王家，一起团圆好不好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我绝对不会回王家的。嘉佑，姑，你听我说，其实我没有什么想法，说心里话。
我不恨奶奶，我也不恨我，我也不恨那个人。我只是不愿意承认我是那个人的儿子而已。你看，现在姐姐也找到了，我妈的心病也除了，我觉得现在应该跟天祥叔叔结婚了。哎呀，家佑啊，你看，你跟姐姐都是王少华生的。 妈妈要是带着你们姐弟俩回到王家，这岂不是全家大团圆，多好的事儿啊！要是你妈妈嫁给刘天祥，那你是管刘天祥叫爸爸，还是管王少华叫爸爸呀？我当然管天祥叔叔叫爸了。妈，你还是跟我回王家住吧，王家房子又大又漂亮。 你呢，就跟我一起回王家享享福好吗？姐，你从进屋到现在，一直都在说王家好，你很喜欢王家是吧？好，满足你，这样你现在就走，现在就去王家住。加油！怎么这样跟姐姐说话呀？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今天呢是这个会议一回来，大家都高高兴兴的，多少说几句啊，这样。 我今天做舅舅的请客，请大家出去吃大餐。走啊，好吧？哎，不行，我这个做姑姑的还没请，怎么可以让你这个舅舅请呢？你没听说有句话吗？叫做天上天公，地上舅公，所以呢，当舅舅的我就是最大的，所以今天我请客。行了行了，你们俩谁请都一样，叫我说呢，难得咱们啊都凑齐了，咱们呢。 找一个大的、漂亮的餐厅，好好的大吃大喝一顿，好不好啊？佳佑啊，真的找到姐姐了？嗯。哇，真的！佳佑，恭喜你啊！我之前就听阿姨说，她有个女儿叫慧仪，是找着慧仪了吗？那真是太好了，那。 我找个时间去恭喜一下阿姨。哎，那我们一起去吧。嗯，啊，佳佑啊，我真的很好奇这个慧仪啊，长成什么样子？哎，要不这样，你把她叫过来，跟她见个面吧。我不太喜欢这个姐姐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感觉她好像有点贪图王家的钱。怎么呢，佳佑？你们刚见面，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？我只是觉得，在谈话的过程中，她对王家的人和事儿比较感兴趣。 这奇怪啊，孩子呢，最新的就是妈妈，她怎么会？是啊，我从小在妈妈身边长大，我现在还黏着妈妈呢。嗯，虽然我没有妈妈，但是我从小就是黏着敏君阿姨的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那个时候啊，佳佑还吃醋呢。啊，吃醋啊？哎，佳佑，我真想不到你还会吃醋。哎呀，你老实告诉我。 你是不是因为这个姐姐要回来了，你怕她粘着你妈妈，所以你才会吃醋的？真不是，真不是。她说那都是小时候的事儿了，我都这么大还吃什么醋啊？哎呀，得了得了，你别捣乱了。我只是在跟她谈话的过程中，我感觉到她对我们这边比较冷淡，但是对王家特别的热情。会不会是这样啊？因为你们现在呢都太生疏了，嗯。 我看这样，我来做东，你把你姐姐叫上，我们大家一块儿吃个饭。嗯，不必了，叔叔，还是省省钱吧。现在别的都不重要，这事儿咱回头再说。最重要的是呢，嗯，我们决定应该先把工作室的事情做好。但是，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儿。叔叔，你不是答应过我吗？要向我妈求婚。是这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多烦。 嗯，慧仪找到了，是啊，妈，确实是个好消息啊。哎呀，那我们赶紧到敏君家去恭喜恭喜她。哎，宝莲，慧仪小的时候你也看到过，很可爱的，要不要一起去啊？好啊，我也想见见这林敏君找到失散多年女儿。 到底是什么表情啊，王宝莲？你什么意思呀？你好像
见不得别人好啊，崇明，我哪儿又见不得别人好了？我这不是挺高兴的吗？啊，妈，你今天好像有点怪啊。之前提到敏君阿姨的时候，你都不会高兴，今天好像有点反常。你懂什么呀？啊，我哪儿反常了？我和李敏君再不好，毕竟她这么多年没找到她的女儿。 这好不容易找到了，我真的替他们高兴。啊，爸，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。佳佑跟我说，他不想回王家去，而且他希望刘老师和敏君阿姨尽快结婚。我知道，天祥对敏君的感情，所以，哎呀，所以就应该让敏君尽快的嫁给刘老师。反正啊。 有些人已经得不到他了，还不如大方的让出来呢。哎，凤宝莲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每次提到李敏君的事儿，你什么态度啊？你有意思吗？宝莲，不是我说你啊，敏君这么多年吃了很多的苦，现在终于好起来了，我们大家应该为他感到高兴，是不是？我高兴，我特别高兴，真的，妈。 他们这么说起来也算是双喜临门呢，对吧？咱们应该好好的去恭喜恭喜他。哎，崇明，那我们带什么礼物去啊？啊，妈，什么都不用买。那宝莲，我们走了。哎呀，妈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点事儿没办完啊，今天你们先去，我改天再去。 怎么也想不到，你身边的慧宁是假的，是我安排过去的，而你真正的女儿却在我的身边呢。哼，等着吧，将来你要是知道了，我看你呀是欲哭无泪。再说，只要你不回王家。 我的计划就成功了一半，至于你想嫁谁，就随便你了。你干嘛呀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妈，我刚才见着你一边想事情，一边在笑，怎么了？妈高兴啊，因为那个李敏君。李敏君阿姨怎么了？ 因为李敏君找到女儿了，而且她又要再嫁了。妈都说过了，这是双喜临门啊，妈是替他们高兴。好像不是这样的吧？那你觉得是怎么样啊？妈，我是觉得你今天看上去好像有点反常。好了，晶晶，妈这儿替她高兴呢，你又说妈反常。 你的意思是，我一听到李敏君就要破口大骂是吧？该干嘛干嘛吧你。我总觉得妈妈今天怪怪的，可是又说不上来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 今天出来了，恭喜你啊！我更想见见你的女儿慧怡。哎，她人呢？啊，她现在住在王家。她怎么不跟她女儿？啊，让她先在那边住一段时间吧。那边她爸爸、奶奶、叔叔还有姑姑都在呢，这孩子呀，从小流浪在外，让她也享受一下家庭的欢乐嘛。再说，元宝和英杰也在那边，人多热闹。 听敏君这么说，看来佳佑说的没错。怎么了？哦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改天你把他叫回来，然后我请他吃个饭吧。嗨，小孩儿，没必要的。那怎么行？毕竟我这个做叔叔的第一次和他见面，那得正式一点。好，这两天我约他一下啊。嗯。对了，敏君啊。 有件大好事要告诉你，佳佑的书呢？
我们家佑马上就要出版了，真的，太好了。不过，佑他有个心愿。有什么心愿？你说，咱们一起帮他完成。 他的心愿就是你能嫁给我。哎，敏君啊，阿姨来，崇明，进来进来。哎，阿姨，请。谢谢啊。别在了，还没去啊。我跟我妈是特地来看慧仪的。 先坐吧，快来。好的。哎，敏君啊，慧仪呢？快让我看看。阿姨，慧仪她住在。 你在干嘛？啊，
我刚刚不小心把东西弄翻了，所以拿个抹布擦一下地。谁让你做这些的？没有谁，你想太多了。擦地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啊，其实可以舒张筋骨，还可以……哎呀，乖乖，不知道不要乱说话。妈咪，在美国时候你也不是自己擦地吗？我也常常擦地，擦地有什么不好？你听到了吗？ Rambo 他们在国外的时候也会擦地，那我擦地又有什么不对呢？这些事都应该由阿姨来做的，为什么要你做呢？又是我妈让你这么做的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去找她。少康，找我干嘛呢？少康，你又要找我理论什么？啊？要跟我理论什么？妈。 这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怎么回事啊？我没让他做什么事儿啊。是陈毅跟你说了什么吗？好，我在这碍眼，我走好了。阿姨，阿姨，你不能走。少康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我还赖在这儿干嘛呢？少康，赶紧跟你妈道歉呀！我没有赶过我妈走。少康。 我在这个家待了这么久，我做些事情也是应该的，可是你这么一闹的话，就变成我心不甘情不愿的。你不但误解了你妈，还误解了我。伯母，你别难过，少康就这个脾气，他说话冲，但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没有难过，我只是觉得儿子大了。 就不要我这个妈了。不会的，grandma。放心，如果我结婚，我不但会要妈咪，也会要 grandma 的。你听，仁博，你真是个好孩子。李卫，跟我到楼上一下，我有东西要给你。 小雨，你要去哪儿？我在这儿待不下去了。我不许你走。你不许我走？可是刚刚你把事情都弄成这样了，我还怎么留在这儿？现在不是你妈逼我走，是你在逼我走。小雨，刚才我说的话的确有点过了，是我不对。 我以为我妈要故意整你，我才这么生气的。少康呀，我知道你妈恨我爸，
可是到现在为止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爸对你爸做了那些事情，我也在查。如果真是我爸对你爸做出了那样的事情的话，我相信我也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，更没有办法去面对你的家人。还有，如果是你妈让我走，我早就待不下去，早走了。少康，你知道吗？你妈真的很爱你，她很疼你，什么事儿都顺着你。你为她着想过吗？你知道她在想什么吗？你想想看，她每天面对的是一个杀害她丈夫凶手的女儿。你说她会是什么样的心情？她不难受吗？这些事情你考虑过没有？你只想你自己的事情，你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你妈。我明白了，其实我不是在关心，其实我不是在怪我妈，我是担心你。你不用担心我，你好好担心一下你自己吧。你想想看，你这几年怎么过的呀？你过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的。如果说你真爱我的话，我希望你振作起来。我听到你妈跟你哥谈话，她很希望你回到公司上班。如果你爱我，我希望你做给我看，我也希望你跟你妈去道歉。小玉说的没错，我没有替妈好好的想过，没有考虑妈的心情，我真的很自私。你放心，我会找时间跟妈解释的。好消息，哎，叔叔，你们知道吗？咱们的爱无悔已经通过全部的审核了，而且啊，出版社正在加紧感应当中。他们非常喜欢咱们这本书，他们说啊，咱们这本爱无悔的内容健康又写实，而他们预测咱们这本书的销量一定是非常非常棒的。加油，恭喜你了，叔叔，你别总恭喜我呀。这个呢是大家努力的结果，应该恭喜大家才对啊。这就叫做团结就是力量，我们就要分工部署，才能把事情做得完善嘛。没错。那丁丁，这些什么时候能够印出来啊？他们说就这几天就可以出版了。太好了，等这本书出版以后啊，我们就要进入下一个阶段。下一，叔叔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我呢，先把崇明先生的作品呢集结出书。这件事情我想交给晶晶。晶晶呢，我觉得你在美学上面的造诣呢很高，而且崇明先生也是你的父亲。那刘老师，如果你要是不嫌弃我的话，我当然愿意负责。嗯，加油。我想让你把你妈妈和王家那些事情整理一下。我妈妈和王家的故事？之前呢，我听你妈妈讲过她和王家的往事，我觉得很曲折，也很感人。我想啊，要是把它叙述出来，一定非常精彩。
看。哎，爸爸，他们俩有事儿干了，我们俩干嘛呀？你们两个吵架。吵闹去。丁丁啊，咱俩吵吵闹闹的算工作吗？嗯，当然算了。哎，你想想看，你平时对我的不是打就是骂，不是骂就是贬。你说你的生活当中除了这些之外，还有别的工作可以做吗？所以你爸爸说，这就是你的工作。那我要开始工作喽。哎呦！我累了，我上楼去。哎，十二刚才有话想跟你说。你哪有对不起我啊？是我对不起你，王少康。伯母，少康的这句对不起是真心的。虽然他嘴上不说，可是我知道他心里真的是爱你，是尊敬你的。他有尊敬我吗？他巴不得我早就离开这个家。反正我现在已经有心理准备。英杰跟叶琳也不打算结婚了，他们的新房已经布置好，空着也是空着，我就一个人搬到那儿去住，闭门思过，免得有人看了我讨厌。妈，干嘛说气话呢？妈，我知道你一直不赞同我跟小鱼在一块儿。可从小到大，都是你把我带大的，是你宠着我、惯着我，所以你应该很清楚，我的脾气很直、很拗的。我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。所以有时候，我话说重了，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。其实我心里特别明白，妈，你到底有多爱我。你明白吗？他当然明白了，伯母。陈玉姐跟少康已经好好谈过了。陈玉姐她说，只要少康跟 Rainbow 的身体一康复，他马上就走。我觉得，孤儿院对他来说真的很重要，是他的理想，是他的一个目标。你也知道他。不能再生孩子了。他想把他所有的时间都留给那些孤儿。他说，即使是少康求他留下来，他也不会待在少康身边了。少康，妈其实已经不怪陈玉了，你知道。只是有时候你让妈太难看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知道。可是妈，你又何尝不是呢？可能越亲的人，他说话就越直接，越不会拐弯抹角，所以往往伤害的都是自己越亲的人。我知道。我明白，可是少康，你知道吗？妈这段时间都一直在关注陈宇，我让他做家事，我让他拖地，我让他打扫房间，
他在做家事的时候，我在一旁默默的看着。我看着在他眼里充满的都是祥和，他并没有因为我让他做家事，他生气，或者是不高兴。其实马新伟是很感动的。原来妈一直在关注他。少康，少康，你怎么这么傻？你难道不明白伯母的心意吗？伯母这么做。 只是在试探陈玉姐，毕竟她过去的所作所为会让伯母有顾虑。可是陈玉姐的改变，伯母全都看在眼里。她是真的感动了。少康，其实妈心里对陈玉早就放下了，妈心里过不了的那个坎儿。 是陈玉的爸爸，这不是没有证据，证明是他做的。虽然没有证据，可是凭我的直觉，就连少林也有这个直觉。少康，你真的不能怪妈，心里会这么想。好了，你跟林薇，还有陈玉。 你们三个人自己去好好谈一谈。伯母，其实我都已经想过了。这段时间跟陈玉姐相处，我的感受跟你是一样的。她是真的改变了，她不再像以前那样霸道，一心想着自己，想着占有。 他是在奉献，在牺牲，去弥补自己犯下所有的错误。他让我很感动，也让我很佩服。少康心里爱的是陈玉姐，所以我们三个人已经没有坐下来谈的必要了。别担心我了，我离开是最好的选择。 那 Rainbow 呢 ？Rainbow 已经长大了，他有自己的主见，而且他现在跟这个爸爸相处的这么好，我看得也放心。我跟他说过了，留在少康身边，留在王世奇。当然，前提是他要好好工作，好好学习，成为王世奇也可以用得上的人才。只要他可以做到，我就把他留下来。 李薇，委屈你了，不委屈的。我的工作时间很自由啊，只要有空，我就回来看看你们。好，好，少康，你听到了吗？李薇都决定了。 好吧，好好的跟陈玉过。李薇，不管怎么样，你永远是我何丽的女儿。有您这句话就够。你好，我叫叶玲，我是慧怡。 我知道你是英姐的妹妹吗？
那阿姨那边有没有去看看啊？阿姨？哪个阿姨啊？慧姨，叶琳的意思是问的咱妈。啊，你是说敏俊？啊，是说我妈啊。我妈那边房间太小了，我过去住不太方便，所以我就住在王家。哦，我想阿姨知道你回来，肯定很高兴吧？肯定还盼望着跟你一块住呢。